今天我们找了一个美女助理青青来跟我们一起讲棋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玉箫棋社。第三届上海杯，蒋川最后啊功亏一篑，只能去争夺三四名。我们来看这个半决赛上的精彩对局，红方蒋川特大，黑棋呢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，竟然是崔格杀出了重围。仙人指路开局，崔格呢卒底炮，红旗还价中炮，黑旗补三象，红旗上马。黑旗呢在这里选择了进卒的这个变化，那红旗不理他，出车，黑旗冲过来。走到这啊，老的变化呀都是跳边马，但是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啊，开发出来一个非边象的变化。以前认为啊，这个红旗开局就飞个边象，发型整乱了不好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工智能呢，你不能用人类的思维来衡量它。走到这是一个布局的分水岭，有保留这个卒往下冲的，也有弃掉之后高车以后平过来的。实战呢，他是选择了保留这个卒。那这个卒你保留住了，一般呢就不会再轻易的给吃了。那红旗呢，拐角马一踩，那黑旗得继续冲。这一个卒一路冲冲冲，这个长途跋涉马上要靠近九宫，但是呢带来的弊端就是啊大子出动缓慢，这个炮呢有高二的有高这的，实战呢是选择了高到了这个卒林，乍一看好像有一个平卒捉双，但是呢人家有个打将跑掉一个，你呀这一个卒我们看了一二三四五。连冲五步啥活也没干上，还让人家扣个铁帽子，那亏大了。那这样走，人家都在笑了。他先跳个拐角马护住中路，下一招啊就真准备过来了。那红旗呢就补一手士，就不让你再往里面靠了。你往下冲，我不怕，我跳上去。那黑旗呢在跳马，触动左翼的子力，红旗呢就冲出兵，以后啊可以盘头马，借着踩足的线索把马跳上去。黑的呢出车，红旗呢上马，那我们就说了，你这个卒辛辛苦苦拱了好几步拱过来了，那不可能让人家无条件的给歼灭了。往下冲，这个抓一下马，黑旗呢顺势出车，跟你对着桌，我这反正这个拐角马不好的马，你吃了我的马，我吃了你的炮，那开局阶段炮比马的价值大，不跟他交换。高车保住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旗呢我就说了如愿以偿，跳到线尖的这个位置，攻守两立，现在也有根了，要吃你的小马。黑棋呢再车高起来护住，那现在呀这个布局应该说就是告一段落了。红旗呢先声夺人，选择了一个炮击中卒，这样你给我踩了，我再打过去，我照样给你这个铁帽子扣上。黑棋呢选择了一个进炮，进炮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要看乍一看好像是要打你的马交换，这个棋呢你现在再冲，他还要打你的这个中兵呢。那走到这儿呢，红旗呢他呀就先把这个中兵冲过去，黑棋呢冲个边卒，红旗这个时候啊你打不了我的中兵了，我再挺兵上来主动给你交换。那黑棋这个炮也不好意思再跑了，你再跑相当于这一步走空了，帮人家活动活动马腿还让人家过过中兵，那不都是在这里帮忙的白走棋。他就选择交换了，那他肯定是先把车杀了。黑棋呢踩掉，红旗呢要把这个炮啊给它飞掉。那这个时候啊黑棋呢选择一手退炮，退炮下一招准备打你的车，你车一躲我底下灌一将，你一落士再杀士一将，耶，乍一看好像很凶狠呐。那黑棋呢红旗呢不为所动，选择了一手打卒，耶，这难道就不怕人家打他再下来将抽他的士吗？这你说这红旗怎么会这样下呢？
黑棋呢，他也不来打，这俩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这还都是一个是全国冠军，一个是强大师，怎么都下这种棋呢？那黑棋呢，他也不打车，他来一将。那红旗呢，选择了跟他对车，黑棋呢给他对掉，红旗呢吃掉。这个黑棋在上马，现在呀，这个双方啊，红旗呢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大中兵，局势差不多。但是呢，人家这有个中炮镇住。黑棋的这两个马的位置比较差，红旗的这个马呢，随时可以上去。应该说，红旗的这个子力站位啊要好一点。他选择平炮，下一招啊，准备下底炮一将。你要是落个士，把你炮吸住。你炮又不敢走啊，炮一走重炮啊。那他选择了平炮，拦住，不让这个边炮下底，而且呢，瞄你的这个边兵。那红旗一看。我不能让你瞄我的这个边兵啊，把炮平过来。黑棋也不能对啊，这个对了之后没炮了，剩两个笨马，人家马炮兵中好还多兵，那这个残棋太难下了。他选择来一手上马，但是马你看你这来不了，这来不了。红旗这一打，他就很尴尬了。但是你这个马你要是不跳，那这憋在家里面也是不干活的一个边马，他呀就强行的跳进来。红旗呢也选择了一手上马，以后准备上马了。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回马，摁住这个马头。其实呢还是应该呀跳边上，先把这个边兵干了。正着刚才红旗这个上马呀也有点着急，可以先把卒打了，先积攒这个物质力量，慢慢玩。黑棋不想让这个马太活跃，跳上去，他退马，摁住马头。红旗呢冲边兵。黑棋呢，上马一踩，哎，那红旗呢再退个炮，还是要瞄你的这个卒。黑棋上马，踩住炮，红旗呢顺势退炮，再打一下马。黑棋进马，现在呀，踩着你的边兵呢，那红旗呢，小兵过河，哎，又一个进去参战了。他选择了一手平炮。黑棋进炮，红旗进炮，那黑棋有点生气了。你现在已经过河俩了，比我多个兵，连这个卒也不放过，而且呢还拿着我的炮架要来打我的卒，你这实在太气人了。他把马呀回去了，不给他当炮架了，踩他一下。那红旗退炮，还是瞄住。那黑棋呢还是回马，把这个马头盖住，不让你这个马呀跳进去，有这种骚扰的手段。那红旗也不管他了，先把开炮，先把这个边卒给他干了。那现在可是一二三四四个兵对两个卒，我们经常说了，其大双兵必胜。黑棋肯定是不甘心坐以待毙，又把马跳来了，又踩住炮。那我再退回来打一下你的小马。黑棋这个马太无奈啊，又跳进来了。红旗啊，这次终于把这个马奔上去了。摁住你的马头，现在呀还踩住你的马，那红旗黑棋呢？可以终于找到一个对子的机会了。平炮拉住，你现在踩不动了，只能是先进来。那黑棋说：“咱俩都兵种不好，我兵种不全，你也兵种不全，要不得劲都不得劲。”他打掉红旗呢，给他打掉。现在呀，就形成了这个双炮对双马。我们经常说了残旗马胜炮，但是这俩马的位置啊实在是太差了，而且那红旗还多兵，已经俩过河了，这个兵呢随时也可以过河。应该说这个残旗啊还是红旗好下，他回马，那红旗平兵，再打他一下，小马呢只能缩回去了。你看看一个马缩到底下，上不来，这个马呢这都没有路，没有。任何反击的点，红旗呢先进炮，这样呢你这个马三进四跳下来也没用，他往里面靠卒，红旗呢就平兵，
下招准备再冲下去给你吃了。你现在吃，我给你拱了，你飞了，我给你吃了，我吃你个象！你不动，我下去再吃。那一二三四四个兵，多你三个，你还玩啥呀？黑棋呢上马，红棋呢就往下冲，这个卒又要凉凉了。黑棋呢就赶快上马，红旗呢也没有选择这个平兵，他选择了平炮，把这个马头啊给他摁住。他呢就进马，红旗呢飞个象，黑旗呢再上马，那红旗呢平炮再把它挤住，再挤住之后，这个就不得了，他不怕你交换，你交换了我给你打了。我炮四个兵对你这马卒，那你不就是等着挨找菜吗？等着挨虐。我现在下一招，我再一平兵，吃中你的马，打中你的马，那你就要凉凉一个了。黑棋呢，赶快呀，又退。这个红旗乍一看是不是有个平兵打双马的棋呢？这个他没有。他选择退回来，把他这个马呀摁住。那黑棋上马，那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平兵，又吃马又打马的手段呢？这个红旗没有，他往边上来，打住马呢。哎，黑棋呀，有一个送卒一将，一个倒挂金钩跑掉了，有这种手段，那他只能给他试掉。黑棋呢，回一将，红旗上来，这个小马呀，终于上来了。下一招啊，准备来一将。那红旗呢，先出帅，吃住他，看你这个小马往哪里去。黑棋呢，他并没有回中，啊，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之后呢，红旗平兵过来。你这个兵我过河了，能让你吃吗？我现在平过来又吃住你了。黑棋呢？再回马，再回马之后，以后跳过来，卡住象眼吃这个。那红旗呢，先吃一手士，以后老将下来我归位，老将一归位就安全了。他呢，卡住象眼要踩这个兵，那这个兵既然保不住了，我也不保了，我冲！哎，你吃我，我就吃你这个，这样我还是三个兵。那黑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肯定是先干掉一个再说吧。那红旗呢就把这个卒一吃，这样呢，红旗还是定多三兵，这是一个胜势残局。他再把马回来，这兵的这宝贝疙瘩，全村人的希望不能给你。他再退回来，哎，那红旗呢不慌不忙，再派一路大军，小兵兵又过河了，他进马。红旗呢，就往里面靠兵，哎，慢慢的又靠过来了。黑棋呢，回马，回马之后呢，下一招啊，准备踩你的象，你象不起来，那他的把帅一下来，以后老将一归位，你拿我怎么着？他来一将，他进来，黑棋呢又进个马，踩你的炮，还要卧你的槽，卧完槽之后又有一些抽将。但是我这是担子炮啊，我怕你吗？我现在多三个兵，我怕你给我换吗？不怕，支起羊角士，不怕马来将。一个士撑起来，把他俩马腿都给他绊住。你踩我，我给你打回来。我多三个兵，你还是必败无疑。黑棋呢，选择了来一将，那红旗只能上老将。黑棋进马，要踩士，那士也不给他，退回来。那黑棋再来一将，红旗又上来。那你要是再踩士，他再下来，你这一将一踩，一将一踩，那你这犯规呀！他回马，那人家把老将一出，哎，你再踩我士，我就把士落下来了。这时候啊，黑棋走了一手回马，匪夷所思。这个回马难道就不怕红旗高炮打他串吗？这走到这儿，正当我纳闷儿，是棋谱错了，还是说暗含着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手段，咱们看不清楚呢？哎，棋谱到这儿结束了。往下没有下文了，然后就显示蒋川赢了。那看来是不是他也知道人家要打死他呀？也不知道是超时了还是咋回事，反正棋谱到这结束了，蒋川战胜了崔格，获得了第三名。
第三名是多少钱呢？朋友们，好像是不是75000还是多少钱？这个也够过节了，恭喜蒋川。